来自蔡依林的。你们有听过蔡依林的歌吗？来自蔡依林的 Hey You。打灯打灯，那个灯给他，对。总见我的叔叔，赌一赌你的身心总有爱慕，一起辛苦又要耍酷又要埋伏，当我何不让爱快一点去操我住，你我风都抓哭不寂寞，他们是我的同事哈，请他们来那个自我介绍一下，从那个他先传一下，从那边开始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叫宇航，我的中文名字叫李爱，我是来自真饼部落的阿美族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我叫汉翔，我是来自宜湾部落的阿美族。大家好，我叫欧鲁，来自屏东县来乡玉里村跟古楼村。叫台湾族，厉不厉害？我跟你们讲哦，现在是因为现场的关系，所以他刚才哦，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啦，天气有点潮湿，所以刚才你们尖叫声有点太小。
但是呢，你们回去看影片，这个影片呢，其实已经快要突破那个，我不想多少人看，可是大家都因为他就是开始看我的影片，哎，是因为他，好不好？再给他点尖叫声。然后这两位呢，是这一位是我们舞团今年新进的舞者，然后他非常的吼，因为是阿美族，然后所以我才找他唱，然后这一位也是我的弟弟，他叫宇航，然后那个下礼拜也会发生一件事情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讲一下？下礼拜有两件事情，连续两天。在五月的十五号，在屏东来意，我的故乡古楼村，有那个布拉瑞昂舞团巡演之部落巡演，对，然后是免费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看。然后五月十六号有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在博二，现在还有票，所以还可以买。然后欢迎你们去参加，不是舞蹈表演，是演唱会这样子。刚才我在歌曲里面有讲嘛，要加入什么？要加入脸书，请大家在 FB 脸书上面搜寻布拉瑞扬舞团，你就会看到我们接下来一连串一系列的演出活动，好不好？再重复一次，五月十五号呢，我们舞团在屏东县来义乡古楼村进行一个部落巡演，然后五月十六号呢，我们在高雄的博二里面的 Life Warehouse 有我们舞团的演唱会，可是演唱会就要买票了哦，因为演唱会的成本比较高嘛吼。真的，你们一定要，如果真的有人下礼拜没刚好没事的话，礼拜天你们就。最后一班火车上好像从台东到高雄说五点多吧哦，差不多可以订火车过去啊，晚上的时候就先住高雄，早上再回来上班，可以吗？我们舞团很难得开，你有听过哪一个舞团我在开演唱会的吗？是不是没有？舞团都在那个、啊、跳舞啊，只会跳舞啊，我们舞团不好意思，我会唱歌啊，所以拜托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到高雄来看我们的演出，好不好？然后不只是你要来看，请推荐给你的朋友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。然后哦，你真的很安静，从头到尾都很安静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这一下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可以站起来了吧？可以站起来了吧？那个膝盖有问题的不用站，其他的全部站。膝盖有问题的不用站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很开心的歌。他们在前面做什么，你们就跟着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还是要运动一下吧？可以运动一下吗？来，那个舞蹈老师，请在那个 center， 然后。其他的人呢，他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全场 stand up， 全场 stand up。接下来我要带来这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，叫做《丫丫》。才不能打鼓，才不能让步，那现实中已经有太多让步，别排队等我，别找退路，踏步踏步脚摇动，不会一跳舞就不要跳舞，要带你幸福就闭着眼一口气气打标速，别排队等我，不要认输，你不孤独不孤独，朋友们无可慢的无风刮胡闹，我放清楚，不管怎样就是要清楚，
我是不奈，我旁边的好朋友是布拉瑞扬舞团，请大家上网搜寻布拉瑞扬舞团，谢谢。